唱小薇的平原是黄色的，记得台湾讲故事的平原是甘色的。欢迎大家回来咱橙色的平原节目。今日看到这是对无？这是车城福安宫，为什么会来到这呢？因为今日我随这个当地普化寺的普安佛祖啊来出巡。今日是这个贵母尼科啊佛祖啊大天顺寿108尊。定修五方小道向神恶煞的活动，啊，这活动分内景甲外景，今日是车巡外景，今日上远，要去到这个恒春天后宫，然后再过外头转来，再往屏东去，啊，后礼拜是内景布巡的部分。
屏東縣108鄉鎮。